来，试吃一下这款西猫粮，尝一尝看看适口性怎么样。鱼，酸菜也去吃去了。酸菜你，那个我给你准备鸭小胸肉炖干了，你过来吃炖干嘞。哟，这猫粮，看来你们还挺爱吃呢。这猫粮也不是买的，是你女主人和积分兑换的猫粮。这猫粮你们这么爱吃吗？我包装都愣了，但我大致我知道里面有鲜兔肉、鲜鸡肉、鲜鸭肉、鲜鸡心、鲜鸡肝。哇塞，也算是网上一款比较火的网红猫粮，吃的嘎吱嘎吱的。那谁呀？那是加油，留个金黄的背影，可能是灿灿。哟，英俊也吃完了，没成想酸菜能吃这么长时间。嘎吱嘎吱吃的真香啊。灿灿挠什么玩意儿？你上厕所跑这挠什么？南辕北辙。英俊，英俊，英俊，带打不理的样子。哎呦，他们一急眼都能吃了。我这还准备的鸡小鸭小胸肉炖干呢。谁呀？这陆毅啊。我说颤颤不敢这么大胆在我身边若无其事的走嘛。都记了干什么？酸菜走了，我要为酸菜陆毅吃点冻干呢。有偶像大帅又加入了扫荡的队伍，酸菜估计都吃的差不多了，他那个碗里就剩三粒了。英俊，英俊，英俊你太沉了，英俊你换个屋休息。陆毅，能吃不？鸭小胸肉炖肝，你和酸菜平时都能吃点儿。陆毅爱吃那个鱼的。灿灿，你在外面等着啊，让弟弟吃。你瞅你弟弟比你瘦一些呢。对。我喂这个鸭小肉炖肝，我就把那个筋给抽出去，不然那玩意儿筋呢真是很硬，怕他们塞牙又拉嘴的。最主要是容易把牙花子割出血来。我去把酸菜叫过来，看酸菜还能吃点吗？那两个大猛男也都吃的差不多了。嘿嘿，小菊宝，你瞅瞅，那小前爪在这屋，身子和后腿都在那屋。我很漂亮。陆毅吃完了，别忘喝水啊。吃冻干再喝点水，完了让冻干膨胀一下。不够吃我再给你们掰啊。闪闪，儿子在这屋吃冻干呢，别跟儿子抢啊。你看这白富美的闪闪是陆毅的妈妈。有陆毅吃完了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你出来，然后我去找酸菜去。我现在挡着门呢，不然那些猫进来了啊。酸菜可能在这边休息呢。果然酸菜。酸菜。酸菜呢总是这么漂亮。然后那个鼻梁还挺高的。必须的。走，酸菜去吃鸭小胸肉冻干啊。陆毅刚吃完，那是给你准备的啊。好不好的。